我们刚刚一开始原本想说降档、升档可以设在上面这个按钮，但是我发现我的手好像稍微有点太长了，因为我的手应该算蛮大的，所以这样子握起来，我的手自然放下来，上面这个按键其实比较难按到，可能可以用指腹的第二个关节的手指头来压它，但是你如果要指尖的部分来压上面这个按键，会稍微有点吃力。所以我把它设成换挡，换成下面这个自定义按键，按起来比较刚好我的手指头的位置，